啊，玉哥以前伊个打八年，打八年以前还有一个大夫人，大夫人迄时阵是差不多拢因病波作啦。但是即摆要去看一个因正港的病波作的迄、那个因的迄个基模，无当看基模，就是表示讲因的庙啊，因所地服侍的迄、那个即摆较无，因为即摆拢动化。新头遐嘛头袂啊。啊，啥物所在？我都起来上街啦，迄阵起来盖一户啦，阮做囡仔时阵。这个搭就是玉井乡沙田村，人今仔伫讲讲做起来，啊，咱这位阿立祖，因伫用的方式用着这款哦，因伫拜拜盖简单，粉、薄能、花、酒，安尼就会使。啊，伊真清气上，因伫住拢爱住迄个较凉的所在。哦，啊，唔是讲都一定用甲盖棺，安怎我唔免，因用安尼，伊阿立祖就带了一条，哦，这就是阿立祖的迄、那个，伊本身伫住的所在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这各乡镇拢有，但是玉井唯一，即马带去找到这位，这带伫坑内，这话算作深山来来啊，哦，我足歹找，咱安尼无简单，哦，啊，你看找几位地门才门来到家。玉井正正就是属于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区域来，这大八年差不多属于这个西拉雅古啦吼，这平埔族的俗语，迄个话叫做大八年。即摆变成日本时代，伊即摆只用迄个日本的卡纳字，哦，日本的母字对啦，啊就。啊，这大巴里吼，啊，这大巴里，啊，这叫塔玛伊，啊，塔玛伊，塔玛这玉，啊，伊啊这正，日本来接管了么？这大巴里，伊拢盖过啊吼。日本来统治的时候，你看讲做大阪的事件，因在江亭与清风落船，这三个就是要去台湾府城反日本的。迄阵，这个大阪的事件，日本的年龄都要大正四年，啊，都要咱民国四年啊。哦，听人讲大正四年，感觉足恐怖，感觉会恐怖。我做囡仔时代来恐怖。八月初二，伊伫嘉善堡，嘉善堡，因即马嘉善啊，即因为号做堡啦，嘉善堡遐才来攻南华。对，迄南征啊，较早都南征，对南华攻南华。讲南征就对了，讲南征讲了，就要来攻玉井啊，要来攻啊，这大巴里。玉井住伫这虎头山，伫咱北极点的后壁，往北去迄个叫做虎头山。伊日本兵。拢骑马大炮，就无大人山来到玉井，足困难就对了。啊，紧急到这个，真现在到在啦，爱文山个山顶就甲拍起来，拍大炮。遐一阵变惊着，遐手底遐四五百个，才讲遐兵现捡断死个，一百八十几个。底下都拍散，即反日本个拢拍散去啊。思想唔知偌济唔知，但是日本，迄阵日本兵、日本兵入来玉寨吼，哦，感觉讲足残忍的了。平扫过所在厝拢放火烧啦，伊讲该烧哦，你无剩的哦，恁只白骨带，他作弄，我厝就是目的要烧你的剩的哦。迄阵了，德惠啊、华纳厝遐就上侪人来。
即马去讲倒转来，就是讲，伫虎头山事变了，经过几日，兵啊拢还搁伫遮哦。迄阵拄好叫一个做番仔厝，兵啊骑马去巡视看，还搁迄落残兵无死的无。即马一个骑队啊过，伫迄边拍一枪枪过来，哦，迄个兵啊队长惊一条马骑倒来，搁直接兵啊去。放火烧厝，干大人就对了。关于这拢，也过是遐残兵就对了。迄种的人思想者，遐做德威啊穿。啊，是要烧这，就是讲伊日本人嫌伊讲阮这的头人含这伊前方含江定因哦，有得啊做儿孙啊改支援啦，嗯。啊，就放规庄拢烧去。哎，规庄来拢拢烧啦。啊，迄阵人方面敢有损失着？有啊，有烧去啊，烧死啊，走无出去就烧死啊。啊，伊即个伫迄个搭拢所走，啊来下落伫掠，当时拢掠来伫即个搭，才临时加个啦。啊，但是伊口径伫问介简单，你有参加无？无，你徛即边，即马即个无个，拢掠去。国校遐拢断，拢用粘的啦，毋是用断，无采清洁，伊拢用武士刀来粘，粘死几啊百个个啊。因国家拢无大人啊，啊伊个都粘了，拢伫即个落来，都即两支条中，这就是啊做。大班的事变发生，伊讲伊无参加，拢掠来只站的啦。只国校的勘定，啊，只因过操作济，啊，换来下刀真济，啊，来站落拢连连对只落来。啊，伊即马日本人简单甲你带带的，哦，啊，带带的经过一段，伊大正四年迄阵是发生是安尼，啊，光复伊遐的革命军的伊遐的骨头嘿，才刷去伫对面。也是满线工。都有做啊，嘿，但是单行道呢，啊，但是较细条，啊，愈来愈做愈快，啊，甲咱这个台前四年的中间，我伫讲的台山二十号已经单行道是拢无问题到玉井，啊，甲这个尾啊，县长陈东山伫要做县长要结束的中间，才开条二十米的，哦，这是玉井主要道路，就伫咱这个台山二十号。建庙是咧一七一七年啦，啊，边田家福在关心，主持人上台讲北京田是上台讲，啊，我想想咧，都有在古啦，这普通北京都咧无个啦，哈。啊，这庙当时都有啊。有庙都有啊啦，寺庙时阵都有啊啦，古是算地啊，伊个卡力啦。
啊，迄四只就那去上帝阿庙时阵，入去囥里啊。啊，原地里对。原地里，阮遮即迄落啊。伊这就是因为吼，遮有一个拜卡进士，母进士啦。啊，伊要过那回乡的中间，皇帝赐伊两领，迄个伊的官袍给伊。啊，甲四只即个啊，做领头李义新的啦，哦，啊，伊家己摕当银刀哦，要挂挂袂掉。啊，迄我迄我老爸有哪有讲，讲迄鱼啊哦，鱼啊，但是无够福气，还是地理无在，我见挂都啊落啦，见挂都落落就对啦。啊，即讲安尼无啦，何地阿公啊？啊，伊再来这谈。拜三爹阿公，甲三爹阿公讲，互伊挂三日就好。这三日若挂掉，伊要北来寄付大家。哦，暗只伊都真正照安尼，对挂煞挂会掉啊。啊，经过三日，伊嘛无条件起来敬上帝这个庙。啊，这庙、個、就是真四角头，真四只，哦，龙头李喜伟。这四只鳄鱼哦。就是中央陆上的，照你清朝时阵有出一个进士的啊，中央陆应该历史的时阵要看中央陆啊。迄阵就是小李张，我也在小李张啦，小李张。迄阵伫在玉泽地区是上，我来讲起来上，一甲做进士啊，要上大家族就对啦，啊大。靠有知识分子就对了。靠小李张，就是咱即马伫讲张娱乐的后代。啊，伊做官回来，大概一钱回来，遐后代即马就会使乌白开啊。啊，有一日去府城，哦，迄、那个府城的公共场所，啊，去遇到住大内姓杨的，因的祖先原来举人啊，哦，原来有钱的人，哦。啊，两个就住在店呢。啊，伊这个赵老杨的答法是讲，我遐的收成个稻米哦，要车接车到到府城。靠小李张的这个就讲，迄后稀罕。我小李哦，我外好个都外好个，我糖外大堆呢。哦，我的糖天好地玉。在阮迄个小李溪，我对遐听到伫拉乌糖啊，拉去到恁第二楼，然后恁大来遐，你卡起来食也会甜啊。啊，伊姓张啊，是讲因好个啦，啊用糖啊讲到水尾拢会甜安尼啦，啊迄去拢了去，有较戆哦。你倒或者中央溪在溪头啊，迄边溪尾啊，你倒落糖拢倒落溪底拢脱角去啊。啊，就糖用咧，你苦啊底菜会当，但讲会当用到老到遐食滴，你决定较输个啦。糖尾比赛，因遐老爸咧讲，我了解是安尼啦。这条中央溪靠安尼，靠到遮，啊，离遮大，遮溪头，遮溪头倒离遮流落去，溪尾大来迄边啊。以前阮遮玉井要去，拢爱。对对，闸门溪啦，在生的阵都拢爱对去这个小鲤鱼个啊，也做阵啊坐迪拜啊。做小鲤遐一条是闸门溪啊。闸门溪嘿，闸门溪。这条溪就是咱台湾界有名的曾文溪啊。哦，无钓鱼迄阵交通当然足歹啊！啊，迄阵有请人哦，啊，拢咧游个牌啊，这边游一条索啊，这边游一条索啊，吼，啊，安尼游过来游过去安尼啊。细汉住伫迄庄头啊，啊，阮细汉要来到遮，伫迄庄头要来到遮爱带饭呢，无拢个行溪路啊，无路啊。伫读册囡仔读册，阮细汉咧读册时阵，若落大雨，拢洗下落灌包。多料的同学吼，就快一点收拾那个你的书包，快一点回家，要不然等一下吼，那个溪水暴涨起来就不能回家了。嘿，迄阵就开始就是安尼，交通甲系拢无介好，当然作歹啊。啊，到尾啊才有吊桥啊吼，
啊，即个即个大桥，迄就是64年才开通的，配合即个双溪专业区，而且咧，迄阵蒋经国吼做行政院长，甲咱做迄个桥，吼、哦、啊无迄个交通足无方便的，我即阵即个双溪才济，我要用安尼用吊桥安尼过。到了交通会改善哦，其实那是去哦，这个爱文芒果地唔对啦，因为就是58年就开始种芒果爱文嘛，面积一直扩大，啊，伊这个风评啦真好啊。到了啊，遐就是伊了，到了个山，遐山的人种的人，大家山拢非常甜啊，啊，佫色水啦，所以到这阵的山啊，就是我那到了个山啊，上出名啦。咱其实这个若正常，就是即帮